华为九款手机正式升级鸿蒙，六款同步开启公测。华为今天发布鸿蒙 Harmonious 2升级公告，九款手机获得正式版，另外还有六款机型开启公测招募，包括一款手机、五款平板。即日起开启鸿蒙 S2 正式版升级的机型有华为畅享20、5G、华为畅享10、华为畅享 9S、华为麦芒8、荣耀 8X、荣耀 20i、荣耀20青春版、荣耀10青春版、荣耀 Pro A3。 以上机型用户可通过会员中心 APP 我的华为 APP 服务 APP 中的升级尝鲜获得正式版，或者等待设置中的系统更新推送。即日起开启鸿蒙 S2 公测招募的机型有华为 Nova 8 Surface 活力版、华为平板 M5 青春版 10.1 英寸、华为平板 M5 青春版 8.4 英寸、华为畅享平板 10.1 英寸、荣耀平板5.10 英寸、荣耀平板5.8 英寸。以上机型用户可通过会员中心 APP 花粉俱乐部 APP 我的华为 APP 报名并申请公测尝鲜，升级详情可参见花粉俱乐部官方论坛。